他是机枪打的，机枪打了搞不好，万一的负了伤了，你这个在这里，你躲也不好躲，你一个一个搞不好也不方便，我你还是下线。记得，就是我老班长帮我背下了，我在这个战斗当中打死了美国鬼子20几个。 假如不是我的老班长，我父亲帮我送进下来，我这条老命，好不好的，朝鲜啊，就报销了，要找到我的老班长，感谢他救命之恩。 要想当年在朝鲜并肩战斗，把天。